吐司上面撒上黑糖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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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上
客人味蕾。它的一些搭配，对啊，吐司然后跟它的料的搭配，整体起来是我觉得还很不错。疗愈甜点烧到男客人前来尝鲜，少女更是抢着来朝圣，因为每种口味看了都想尝一口。自制的酱料，淋上刚出炉的厚片，提拉米苏和厚片成了绝配，花生起司厚片和上头的马吉蹦出新滋味，不止好吃，造型也好吸睛。可能比较文青的感觉，然后因为它看起来很好吃，就想要跟大家分享。也不希望客人就是因为拍照的关系拍太久，然后影响到厚片的口感。学设计和学餐饮的姐妹追求不只要好看，还要好吃。两人用厚片杀出血路，从路边摊升级到店面，一样人气不减。三立新闻张华明、林玉姿，屏东报道。